个速溶带啊，速溶带快不了，因为你那个你现在这个速度的话和前面是配合起来的。如果要是你后面进料已经够快，就是前面那个套带那个位置，它的速度。套带是人在套带嘛，人套带看它的套带的速度就可以了。 等会儿啊。